讲到很多人的年轻回忆，一定有英国经典摇滚团体 Beatles。知名音乐人马世芳，还有五月天的玛莎等人共同策划了 Beatles 的展览，包括他们1963年发迹一直到1972年之间的照片，而且这些照片全球限量只有25套。一起哼着你心中最喜欢的 Beatles 来欣赏展览吧。狂欢、黄色潜水艇、Let It Be， 这些都是英国摇滚团体披头四的经典好歌。他们最吸引我的地方是，我觉得这个团的音乐，首先是风格怎么会这么多元，然后旋律真的很漂亮，他们的歌写的都好好听。这个好听是，你可以去分析它的曲式、结构、和弦、演唱、演奏，可是那个核心的东西说不出来。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神妙的魅力，让你可以怎么听都听不腻。Beatles 的核心音乐的核心永远是温暖的，是热的。这次台湾举办的披头四展，从他们发迹的小酒吧 The Cavern Club 开始，从近百张的照片回顾他们的摇滚风潮。这批照片呢，是我们是从英国劲爆，然后从10万张的摄影的照片里面挑出了100张。然后是从英国跟荷兰一起发行过来的，然后全世界只有限量25套。这一套其实是把它10年里面有一些关键的时刻，例如说他们解散、最后一次演出，甚至是结婚的照片，或是拍电影的照片，全部都把它收集到这次的重点的作品里面。1963年，披头四在年度皇家御前汇演演出排练，媒体捕捉到调皮的四人腾空的一瞬间。1964年，披头四飞抵旧金山机场，准备展开北美洲的巡回演唱会。他们正式席卷美洲新大陆，还登上知名电视节目《苏利文剧场》。当年收看节目的人超过美国总人口的40%。展览现场复制当年的经典场景，这是披头四用的同款爵士鼓。五月天玛莎也买下当年披头四的同款贝斯。我们在那个加拿大的乐器行，在温哥华，然后那时候看到这一把琴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大家都知道，那时候就大家都很喜欢 Beatles， 然后看到这一把琴的时候，它放在玻璃柜里，可是那时候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很高的价钱，因为那时候这一把换算下来在台币要6-7万，现在听起来当然好像大家觉得还好这样，可是那时候当时是真的很夸张。媒体争相报道披头四，英国劲爆更以他们的团名创造新词 Beatlemania， 披头四热。1980年，团长约翰兰农逝世，报章的全版副文，展区内的简报墙呈现60到80年代全球媒体对他们的追捧。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披头四，展览再次回顾他们创造的音乐记录。